在秒光的世界里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少糖七分，半糖五分，微糖三分，还是你要无糖？第三名好不好？笑一下。我要干嘛？你真的需要更多的机会，可以让别人看见你。不去比赛，别人就看不见我吗？1、2、3，总是要试试看的嘛，不试怎么知道呢？我又不能一辈子跟着他。那很危险呢。我自己想试试看。不要每件事都靠别人。你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做不到？我想跳舞。你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怎么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多少？ SNSNSN！这什么颜色的？黑色，飞碟那样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光？有没有光？如果对喜欢的事情没有办法放弃，那就要更努力的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。